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放弃比赛，还是拼尽全力，直到拿到冠军的那一刻？这是我奋斗和努力的目标，它就在我眼前，我怎么可以轻易放弃？若白师兄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一定会参加世青赛。你告诉他，我对他很失望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廷浩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松柏的新教练。你知道我最擅长什么吗？吃。好。我们好像哪里见过。啊？呀！我要让所有人都明白，最强元武道女子选手，只有我方廷仪。可以帮你参加世青赛，就看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住我的训练。长安这个人太危险了，现在放弃的话还来得及。开始吧。住手！你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你还想害死百草吗？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打造出元武道的王者。我可不想让百草练得跟你们风云道馆的人一样，一个个练出来全都是魔鬼。我是个魔鬼，有着不管别人死活只管输赢的铁石心肠。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松柏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，你也是。冠军不是永恒的，看看曾经的你有多么风光，现在就有多落魄。就为了你那些新徒弟，为了暗阳松柏那群笨蛋，你值得付出这么多吗？你知道怎么样才能从心底彻底地忘记一个人吗？廷浩前辈，我喜欢你。这不很好吗？都肿了。我也肿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好看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今天最好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精神就是地球啊。多少爱情的萌芽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放开他。我喜欢百草，不会让他再受到一点点委屈。男人在外要闯荡江湖，称霸天下，在心爱的姑娘面前要三从四德，体贴周到。滚！是他复仇计划中的一粒棋子，试图训练你在元武道职业联赛上获得冠军，夺回属于他的一切。明天在赛场上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叫强者的碾压。明天我们会在赛场上证明，我们松柏不会害怕任何队伍，也不会畏惧任何挑战。残
训练开始。当我杀过头射的我不是色狼，我是色狼。催促着我们快出发，从不